Hello， 我们现在今天来北京最不能讲腐败，最奢华的SKP 百货公司楼上有很多小餐厅，然后呢，我们你别在那边插话。然后呢，吃饭的时候呢，给各位一个小常识，你干嘛？我在看你的小常识啊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，小常识呢，你们看这边都有这个，我们台湾叫做你一摸，好开心啊，服务真好，有 Oshimori， 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打开来它是很舒服的，可以擦手的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上当，打开来你就要付钱，这个是要付钱的 ，OK？ 不要随便乱开，好、哦，这个不是免费的，因为呢，我们洗这些呢，消毒很辛苦，好吗？都是人家用手洗，用手搓，高温杀菌消毒，所以如果你要擦手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带那个湿纸巾，或者是他们也有免费提供的餐巾纸。这个都是一些就是你觉得很可爱，但是我觉得你要打开吗就要付钱，要不然你就偷偷带走当纪念品，就是这样。いくらですか？没写，不贵啦，不贵啦。啊，有吗？是，收费2元，有，好吗？我觉得就当纪念品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对 ，OK， 记得哈。